哎呀，没事，回家喝两口水就好了。哥，爹，爹，爹，回来了，来了啊！哎哎，这是大弟，这是二弟，叫嫂子。嫂子，那咱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哎，娘可好啊？好，娘好着嘞。好着，赶紧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让你嫂子上来，上来。 哥呀，娘都登记了都。是啊，哎，想娘啊，想死了，快都回家。走。爹，二弟，二弟啊。哎呦我，我操！ 娘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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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啊
么犀利啊！你要说你长得漂亮，像燕院。哎呦，你看那手嫩嘞，怕是干不了庄稼活吧？咦，啥都能干呐！好手，一把好手，在厂里也是好手。你那走走走，话都疯了。景哥，走走，景哥，小景哥，玉姐，你可好啊？回来了。愁愁愁，你就知道愁。媳妇儿回来了，你很愁。娘，儿媳妇儿啊。爹，来了。路上渴不？不渴。饿不？还好。啊，马上就开饭啊。老吴，哎，快给你嫂子倒茶。啊，嫂子，喝水，谢谢。快来来来来，进去坐坐坐，快快呀，坐那儿喝水，坐，走走走，快快快。你娘啊，喝水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来呀，哎，你可好啊？喝吧喝吧啊，茶不好，解渴。我喝，喝不了。真不服了，哎呀，娘啊，有白发，冷不冷？喝吧，喝吧。穿的还行，喝不了，你可笑死我了。你穿的冷不冷？不冷啊，一点都不冷。嗯嗯。你这帽子新买的？新买的，媳妇给买的。真的？哎呦，我什么？你穿，哎，你很身子的，那是很嫂子了。这是你嫂嫂。哎呦，这是老七。咱家的七妹妹。哎，娘，嗯，小宝呢？小宝，跟大俊那号疯去了。姨娘啊，大俊也来了。来了来了，那不是来看新媳妇的吗？他搁那灶火做饭了。嫂子。嫂子来了来了来了，嫂子，哎，你好，咦，这手咋冻得冰凉冰凉？哎，老师，倒点热水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这里有。哎，那个，这是咱家的大妹妹大俊呢。哎，大俊，小勇呢？出去玩去了，哥。哎，你那饭做好没有啊？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你都赶紧走吧，恁家男人还等着嘞。啊，先回回回回啊。嗯，难得来一次的，一块儿吃吧，啊！哎，那一块儿一块儿，俺就不吃恁家饭了，我去找大勇去了。哥，我走了啊！哎，走好啊！哎，找着大勇了，赶紧回家啊！哎，哎，别拐弯了。你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吃吃吃，哥，来，老二，吃老二，哎呦，赶快整出来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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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快快快快动筷，快。哎呀，好了，上老二啊，啊，来老二，来，好，来，这老哥，姐，你那有吗？有有有有啊，好吃吧？哎呀，娘太棒了，老三，哥你也吃，哎，
老八、老九啊，多吃点哈、啊。老吴啊，嗯，你俺回来怪干净，怪干净。吃不吃？嗯，来吧，走。嗯，拿着。嗯，来乖，来。嗯，好好好。嗯。哎呀，娘啊！哎呦，你这个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娘啊！要说你这个菜做的可老好吃了。嗯，好吃吧？好久没吃你。太天没吃着了。嗯，直接吃。走，大蒜。吃吧，大蒜。嗯，咱农村孩子都能吃啊。嗯，吃吧，是吧？你可瞅瞅还吃不住。再添点。够了，嗯，吃吧，哎，老八、老九，吃啊，嗯，别管他，你好好吃吧，吃。你多吃一点，大声，慢慢吃，吃不沾着嘴。怎么不用水洗啊？你这样擦不干净的。没有水啦，咱这儿精通到每天早上才有水嘞。我帮你吧。不用吧。我来，没关系。给嫂子。哎。擦吧。哎呀，哎，小八、小九啊，别闹了！来，小吴，让他们别闹了！哎呀，你，哎呦，今天晚上啊，都上恁大姨、二姨家去睡啊，大床啊，就和恁嫂子睡，快点！哎呀，走，别疯了！哎，咋了？俺睡哪儿？你睡哪儿？你还用睡哪儿？站那墙头上都能睡着，那不是有羊圈？去吧，睡羊圈去啊！睡哪儿啊？羊圈，咱老师一辈子。来，哎呦，你看我给你留的啥宝贝？好宝贝呀！娘啊，啥宝贝呀？宝贝拿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好宝贝。咦，被子，好。这呀。是我和恁爹结婚时候用的，俺一直都没舍得用，就等着恁回来使嘞。来，你看看，谁着可暖和了。来，娘，我来铺。哎呦，我来，我来铺。娘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呀，娘。你不像是八辈子没见过媳妇儿，我看你这咋睡的？这咋弄了？我看咋睡？哎呀，我给你缝两针吧啊！哎，算了吧，娘。嗯，您看您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，我来吧啊。行，娘让他来吧。他来啊？他来。哦，我来。那个啥，是这啊？晚上冷了哇？叫这盖上。咦，娘，你弄啥来呀？哎，你怎么脱了呀？哎呀，干啥来？这呀。还是你给我买的料嘞，不行不行，暖和了，您快穿上，外边多冷啊！要是我晚上冷的话，我就盖小王的棉袄，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你个，哎呀，我的妈！你让我说，你要盖大声的了，大声不该冻着了啊！傻逼，睡吧。娘的心意。哎呀，是有点冷啊。哎呀，别脱了，冷。没事儿。
好得很呐。哎呀，舒服啊！金床银床不如老娘的土床啊，好得很呐。喂，哎呀。怎么了，脖子？你们家跳蚤寄生，咬得我痒死，一个晚上都没睡。你看。你看，我这故意的光膀子睡，就是为了招跳蚤，没想到跳蚤还是招你。你看这儿都是。呀，痒不痒啊？痒。呀，你看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别说跳蚤喜欢，我都喜欢。哎呀，什么呀？咋了？口水多脏啊！咦，嘴都亲了，还嫌脏啊？讨厌！咦，俺娘烙这个饼可香了，一会儿你尝尝啊。怎么了？咋了？痒。那儿？这儿？这儿？啊，使劲。哎呀！嘿，乖啊，咬住了不是？你那肉皮甜，他咋不咬完了？我来，娘。来，吃吧，这是你小时候好吃的。嗯。娘，哎，吃过饭，我帮您打扫打扫卫生吧。昨天晚上闹耗子，我一直都没睡着。还有，丫头们头上好像都长虱子了，得多难受啊！那虱子不也得吃饭吗？再说了，这人还没药吃嘞，哪有药叫老鼠吃啊？搁60年，一只老鼠没有，都叫抓吃了。现在有老鼠啊，证明啊，咱那粮仓里有粮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粮了吗？富了。来，吃，快吃，一口吃住。来，快吃，香得很。你都没吃过。你给我尝尝。耶，喂小鸟呢。Thank you.
这就是你说的梨园儿啊？嘿，走走。咦，嚼粪呢？嗯，好，好得很。哎，小心点啊，这有粪啊！小弟啊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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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粪香。香什么香啊？比狐臭都臭，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狐臭。刘波身上就有，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是夏天，满教室全是他的味儿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朝他大喊一声，我说你怎么一股狐狸骚啊，结果弄了他个大花脸。可今天到你们这儿我才知道，狐臭算什么呀，跟这个没法比。哼，所以啊，你不能跟他在一块儿过，他身上那么大的味儿，不得把你熏跑了啊。人家后来割了。哼，那更不能一块儿过了，种不好。呀，姑娘儿，你咋的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啊？哥，俺那妹妹扭墙走了，是俺先看见的。咦，你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不就一滩粪吗？一会儿让你嫂子拉啊。嗯，没事。嗯。哎。那姑娘儿骂去吧啊，走走。哎呀，刚才还好好的，这怎么的了？说不高兴就不高兴了，嗯。讲话没大没小，不分长幼尊卑的。咋的了？什么？什么叫让你嫂子给你拉？多难听啊！咦，我那是哄小孩儿的句话，你还当真？一点没有幽默感。哎呀。娘啊，爹回来了，过来了。哎，爹，我帮你勒。哎，你逮着吧。啊，逮着吧。他自己都能干。啊？找你来。啊？啥事儿？厕所在哪里？磨坊啊，那不这墙后边。不就是？那墙后边，去吧。哎，对了。你把那个皮带绳解下来挂墙上，那外头就知道里边有人了。啊，去上包房。你找哪了？
娘，嗯，上个柴说还得等个闷味，他熬的不轻啊，不知道喽，人家还想着咱家缺小姐呢。咦，娘啊，人家是城里人呐，难得来一回咱们农村，让他高兴高兴嘛。他咋就恁金贵了啊？你不是说他上山下乡还好几年了吗？ 那上山下乡能不干庄稼活？姨娘啊，人家是南方农村呐，南方的，比咱这富裕，真的。我说大婶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娶媳妇咋就娶不到我心里了？啊，他爹，那俗话咋说了呀？啥呀？哦。 媳妇儿粗粗大大门前站，不会干活也好看。咦，俺娘喜欢大洋马似的，大洋马。你别说，那娶媳妇就得去那壮实的后生娘了。一起床，我还没吹的都到了。咦，那脸白了，给糊了一层半边样。咦呀，娘啊，俺瞅着挺好。 要不，咱早点回去吧，反正家里人你也都见了，回去呢收拾收拾出国的行头。娘，要走了，给您留点钱。哎呦，你们路上花哪来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呀，爹，你拿着吧，娘啊。 这么多，不多。哎呦，还有，别，你穷家富路，娘啊，娘，穷家富路，你拿着，娘，您拿，你这些呀，你。
能吃，快来！阿姨，哎呦，慢点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来，给我一个，慢点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都赢了，好的。你这头发呀，经常要梳，知道吗？啊，要扎起来啊。哟，快把梳子捡起来。扎小辫儿多好呀，多漂亮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娘啊娘啊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要香蕉啊？挺贵的吧？对，这挺贵的，这便宜。想吃香蕉啊？不用了，太贵了。不，来一把，行。不用。啊？买这个吧，这个便宜。小的？嗯。不买大的，来一小把，行。哎呀，大的贵。都是一样的，大的贵。10块2毛3。多少？10块2毛3。走，半个月伙食费呢？开玩笑，干嘛呀？我们不要了。这不贵。好了，3分就算了吧。行，好嘞，那谢谢啊。慢走啊！咋样，好吃吗？嗯。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天天给你买香蕉吃。大不了下个月我不吃菜，光吃饭，剩下的钱给你买香蕉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姨呀，你是我老婆呀，俺就你这么一个老婆，不对你好对谁好？嗯。不吃了，嗯，再来一个吧。再来一个。嗯，吃了3根了，吃不下了。咦，我找钥匙呢。小王。小王，跟你讲了多少回了，走慢一点，非要跟打仗似的，谁跟得上你啊？呀，我的娘啊，太慢了就赶不上进城的班车了，快走吧。赶不上就赶不上，不还有下一班吗？你回去晚了，食堂就关门了，咱俩吃什么呀？要不你在后边慢慢走，我回去打饭去。就知道吃，一点情调都不懂。呀，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？青雕，不，这青雕是个啥雕雕啊？哎，嗯，你不陪我回我妈家了？哎呀，你看临走之前还有好多东西要写，我得写出来。这样吧，给你妈问个好。好吧。
要不然小命都要搭进去了。你看看腰身好像太大了点，给他改一改吧。不好看。嗯，妈，九妹结婚，你又给她做新衣服，又给她做新鞋的。我结婚的时候就一件羊毛衫，真不公平。你怎么了？去了一趟婆家，瘦了不少，还东倒西歪的。嗯，吃不下也睡不着。去了五天就上了一趟厕所，不能想，一想到这个事情我都恶心。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到水房去吐了。不想吃不想睡还恶心，会不会怀孕了呀？真的吗？妈都生了十个孩子了，还看不出来啊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去。酒酿圆子。等着啊。小王。我给你讲件事儿。你说。人家跟你讲事儿，你认真一点行不行？咦，我得抓紧时间学呀，过两天就出去了，要不然到时候抓瞎。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一口气儿吃那么多香蕉吗？为啥呀？不是我想吃，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想吃。你真的？呀，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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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还坚持啥呀？想吃啥你就吃嘛！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想吃啥尽管吃啊，不管是你吃还是我肚子里娃吃，那都是我亲的呀，亲的啊！哎，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只要是我的种就种。什么话！你个乡巴佬，你就认自己的种啊？咦，看你这个话说的，谁不认自个儿的种啊？你讨厌。那你们农村不是都喜欢儿子吗？咦，这不进城了吗？无所谓。再说了，现在又不挣工分，男女都一样。再说了，以后想要啥再生，还怕生不到？小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你们家都穷成那样了，连把完整的凳子都找不到，周围谁家条件不比你们家好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啥？孩子太多，负担太重。如果养孩子是靠数量取胜，我跟你说，大部分孩子是培养不出来的，一定得靠质量。我反正想好了，这辈子呢，我只生一个，好好的培养，将来当博士生，当医生，当教授。哎，你看人玛格丽特，这一辈子只写了一本书，可就这一本飘，哎，人流芳百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兵不在多，贵在精，懂吗？先生，先生，生完肚子这个娃咱们再说。哎呀，不过过两天我不在了，你一个人能带这个娃吗？没问题啊，我从小就带弟弟妹妹，带孩子我是不怕的，而且还有我妈呢。放心吧。哎呀，我当爹了，我当爹了呀！啊！起来，好呀，都好了。
你看看我的外孙女多漂亮，哟，自己起来了。哟哟哟，还好不像他爸。说什么呢？像妈妈多漂亮，是不是啊？小安，辛苦你了。你上次来信提到想让女儿姓安的问题，我考虑了很久很久，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。但是咱丑话说在前面，下不为例。下次要是生儿子，一定得姓王，这是我们老王家的主。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，组织上对我们这些专家照顾得很周到，就是天太热。让孩子学叫爸爸。孩子长得很漂亮，也很聪明，已经会叫外婆、外公和妈妈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孩子会叫爸爸了，不过见谁都叫爸爸。看好你女儿，告诉她，爸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这个是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是安安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爸爸呀。你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在国外。咦，我从国外回来了，我是你亲爸爸。过来，来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妈妈说爸爸只有一个，不能随便叫。好，好，安安，傻丫头，他就是那一个爸爸呀，啊，叫爸爸呀。妈妈怎么叫你呀？来来来，到外婆这儿来。哎呀。过两天熟了就好了啊！看你晒得黑黑的，快进屋吧。哎呀，过两天就好了。爸，哎，叫爸爸呀，这样。来，叫爸爸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美人鱼就变成了泡泡，消失在茫茫的大海。故事讲完了，我的宝贝是不是要睡觉了？妈妈唱。唱什么呀？月亮。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。睡了。我们坐在讨厌，这胡子扎着他，给扎醒了。哎呀，他不睡的时候吧，不让我碰；等他睡着的时候，我得使劲碰。急什么呀？这还人生呢，过两天就好了。那不该呀。我们家乡有句话，叫“血缘亲，大段骨头连着筋”。蚊子就往外跑，讨厌！哎呀，天开始热了，蚊子早就都出来了。那几百年前不就这样吗？几百年前我没女儿，她爱跑出来多少只跑出来多少只。讨厌，光要安安不要我。哎，对了，你明天把那个纱窗给我修一下，老关不上。住！住什么？哪有？不行，我得去把蚊帐找出来。明儿再说吧。什么明天再说？一会儿咬得安一身的薄，他又好抓，全是血印子。
明天买盆蚊香来。走。你快睡吧啊！哎，你怎么不睡啊？我不睡，我要先喂一会儿蚊子。哎，什么叫喂蚊子呢？我这样敞着，把蚊子喂饱了，就不咬安安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它晚上好滚滚到床边，蚊子还是能咬着它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快吃快吃快吃，吃饱了就不饿了。小安，干嘛呀？来，我来喂蚊子。哎呦，别睡，皮糙肉厚的，谁爱咬你？快快进去，快快快快，谁爱吃你？真是，过来，过来，吃肉肉了，快。有位年轻的姑娘，送战士去打仗，他们黑夜里告别，在那台阶前，透过淡淡的晨窗前，还闪耀着灯光。远方心爱的姑娘，寄来珍贵的信。青年心里多高兴。狠狠打击侵略者，战斗更勇敢，为了亲